启动。海海，我热可可，还有狗狗。狗狗，吃一块，吃一块，吃肉干。吃肉干。嗨，但说到比比的肉干啊，我有个秘密要跟你们讲。我买比比的零食的时候啊，我会考量它看起来好不好吃，就是我吃的时候好不好吃，因为我会偷吃比比的肉干。我昨天就买了一包肉干，然后我跟我妈说那是要买给狗狗吃的，但其实我自己吃掉了大部分，半包好像都是我吃的。狸猫果然是犬科动物，跟比比抢食物是正常的。没有，没有抢他所有的食物，他那些饲料不太好吃，但是那个肉干好吃。为什么小狸猫会知道饲料不太好吃？因为吃过。真的很好吃。你们知道我在讲什么吗？等一下，比比看我拿东西躁动了没有？那是我要吃的，不是你要吃的，这是我的，这是我买的。你干什么？这是我要吃的。啊，好啦，分你一块。受不了哎。好吃。这个时候糟糕到难以理解。哪有那么夸张，只是你们不要跟我妈说，我妈听到我跟狗抢食物会生气。她说狗可以吃的食物就那么多，你可以吃的食物有那么多，你说非要抢她的食物不可呢？所以不要跟我妈妈说。狗狗你好香哦，那么香，那么可爱。连续两个谢谢比比。不是，你们这样也高兴哦，你们太容易开心了吧。